全台湾的人民呢都爱台湾，注重环保。大家免惊，我是咧饲台湾的好鱼啊，大家会当安心食。咱啊对大家拢有信心啦。有这个工作属于我天赋的工作。那我们这台行动输车从五年多前就开始巡回整个台东县的偏乡。每一天哈，拢都有资助来，你上帝教阮祝福安尼。哎、欸，你哦，哎，唔知呀，没有信心呐、啊，没有信心。但是我觉得上帝有他的安排。现在应该景气应该有一点回升的啦。我相信神是丰丰富富的神，他的恩典够我们用。嗯，明年我觉得会更好。转个念就会变得更好，只要你开开心心的，真的是要知足了。丰富满满，祝福满满。不论遇到怎么样的挑战，我们都要有信心去面对。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，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单独而且宝贵的计划。爱是一种无条件的一个付出，那上帝的爱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爱我们。把上帝的祝福分享出去的时候，神在当中的那个我们这个家庭事业当中的祝福，真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。超乎所求所想，就在很缺乏的时候，就让我看见他的供应是充充足足的。相信神的应许不会落空，就是凡事依靠神，会向神求智慧，因为我觉得人的知识真的很不足。聆听神的话，然后更多亲近神，还是一样继续走下去，就是我坚守我的本位，把东西弄好就好了。台湾加油，大家加油。我对明年有信心。这一代的孩子不放弃，不放弃希望。信心没有希望就是死的。